时的每一缕清风都来自600亩生态园林的净化，每一天清晨，每一次运动都有美好相随。工作和生活最好的结合，是在忙碌和舒适中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，随时抽离，随时投入，远离喧嚣，午后小憩，生活的诗意在望海的每一瞬铺满身心。从名家的话语里读懂生活，从鹿岛的生活里读懂自己。送给自己的每一份礼物，都是从前的自己迟来的顿悟。户户靠山望海，更低的密度，蓝城选择为舒适让渡，85到120平的超多户型选择，让您的生活比走龙蛇。一天一月一轮回，一人一房一天下，蓝城鹿岛香山小镇。